哇，还是死。推荐啊！哦，你爱露头，算了，没差，蹲也没有用，正常打就随便虐，我已经很正常打了，这不是那个问题啊！你看对面左文是开小号来，我怎么办法？哦，我真的是做人怎么那么难？爱丽中心了吧？爸在输，我错关台了。我心灵太脆弱，真假 ？OK， 是我不好。好啦，我没事没事。这把输的关台很合理吧？状态不好就先关起来啊，啊，重整状态再开啊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啊，这样有何谓心灵脆弱可以？这样就是心灵脆弱。哇嘿，哇，那怎么样做才不是心灵脆弱呢？教我一下，好不好？重整旗鼓，对不对？很合理吧？哦，他断线了，打他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不要吵架，好不好？我调整一下，啊，这把赢了，我就真的开到 S 再关，好不好？拼了！基本操作，基本操作，没事没事。哎呀，水，这把有望了。我的艾里还是没啦。啊，就决定是你了，艾里叔叔。我他像男的吗？可以啦，我艾里，我觉得很有把握。艾里这角色，在我手上这角色长得不太一样，没事。
就是接拍呀，爱拍家呀，不会输啦。我的艾莉真的不太一样，我很有把握，我对我自己艾莉啊特别有信心。艾莉先生，我要进入洗剪一切，哈哈。哦，是你哦，哦，没事没事，那这只我就放心了。我刚还以为是谁，哦，原来是那个马洛斯，那就没事。我要吃力，再跃动。瓦斯兰，这样我会恰好抢。这角色很贵啊，橄榄贵30%，哎呀，正常啦，哎呀，没事啦。A few moments later.